想要吃早餐。本当に台湾人は朝ごはんが好きですね。听说今天有人在肚子痛。吃旺奶茶那个是。啊，没有皮肤，女生的皮肤呢，热量高的东西好臭，好吃。好多东西啊，哇！花生酱，花生的甜甜的那个味道啊。哦，有。你鼻子坏掉了吧？还是我的身体都坏掉了？是身体都。花生酱很多哎、欸。哦，很酸。日本完全没有甜跟咸的东西，只台南很三明治里面。日本有那个蛋糕。哦。蛋糕也是咸咸甜甜的、啊。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仔细看 Mio 的表情，对，就是这个样子，他会开始，什么味道？嗯，不好吃。有变了，指的香味，对不对？哦，花生还有肉松的，奇怪吗？奇怪。好吃 OK， 欧洲那比牛很特别的味道，但是好很好的意思吧，可是我们来以为是那个难吃还是很奇怪的味道，可是是好吃的啦，好吃但是哦，把它打，不要看这个哦，不要直接吃，会那个对我来讲这个肉松、哦、OK， 所以吃起来比看的还好吃、哦、还有这个肉松跟一般的台湾的肉松不太一样吧，不太一样对、欸、这是香港的，这是香港的肉松，香港的肉松有一个特别的状况，它比较粗，还可以真的吗？真的我刚来台湾第一年的时候第一次吃那个巧克力酱跟猪肉还有蛋一起的三明治，那时候我觉得巧克力酱哈，但是吃起来很感动好，所以这一个是有合格吗？一个人来一到十分的话你打几分？好，算了，谢谢，我们谢谢Mio。它的肉松是没味道的，台湾的肉松是香的，会有猪肉的味道。那对我来讲，这是刚好，不要台湾的，可是里面的欧亚果很奇怪。要说很特别，对吧？中式组合餐，煎饺、萝卜糕、九层塔蛋。每次做吃播最辛苦的应该是Mio。因为他都只吃一口，然后剩下的就是别人的。谢谢你们陪伴我，如果你们不在的话，我都是要打包。哎呦，不是要丢掉。打包。很香。有什么味道？烧肉酱。蛮喜欢萝卜糕。味道有没有我喜欢那个脆脆但是不喜欢那个如果这个蛋脆的话更好吃哦。台湾人太喜欢那个焦焦的感觉，日本人喜欢焦焦的，不是烧肉酱，大蒜酱，台湾的味道，日本完全没有。哦，エビチリの味很香，甜甜。哦，还好喝 orange juice。这个表情就是吃累了，已经累了，我不知道味道。这个饺子好吃的吗？我喜欢更焦焦。好，今天
日本人跟台湾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不一样。就到此为止哦，拜拜。啊，お腹がいっぱいだ。もう食べれません。船、ベッド、船。え、船が？船跟船。完全一样啊。船、船、船。どこが違うんだ？やば、日本人对日本人来讲一样。完食。耶！私の隣の人たちが完食。今天真的，很棒。